豆包，一个油温不要太低啊，它太高也不行，丢进去马上超回答。好吃的油稍微多一点没关系，油多的话就好。以前这个自助餐里面用的最多的红萝卜丝啊、酱油啊，稍微炸最多啊。素食的人也是用的最多，素食的。这最好看。做料理啊。你只要不要炒，不要把它炒到烂掉就可以了。味道好的。炸比较标准啊，没有错，有几个人也没有炸。